谢谢大家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有个惊喜，就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中国大陆的歌手合唱歌曲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歌手杨钰莹小姐，跟我合唱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钰莹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